这是你自己扣了扣啊？没扣下来是不是？那，哎呦，到时候裂了。嗯。这两天，这个是什么东西？容易扣变形啊！这是谁给我的？我想起来了，黑人吧？不是黑人给的，我当时就买那个主要的那个化妆品的，那个王妹，王妹跟她的那个同学，在开了，他俩都是做代工的，我就忘了谁。还有一块，还有，哎呀。